绑了。哇，现在后场绑鞋带，这边林家兄弟对决，一个挡拆过来，直接在三分线外出手，这个三分出手力道，但是他在新北国王的主场照样弹起来啊，照样弹吉他弹起来啊，这边又是林家兄弟的对决，这个捡回来，进攻时间还有十秒钟，做一个高位挡拆，往里面掉，克拉索夫拦底下，再往外传邱伯章，这时候直接出手力道短了，林书伟翻身跳投。哇哦，哈哈，这边是林书豪撞到了林书伟。哦，这个球应该还是在空中，并没有两个人持有啊。这个笑容相当有意思，对，包含林妈妈也不便做什么表示啊。哦，我觉得这个球应该让直接球继续的啊。看一下这个上长篮板下来，双方都还没有掌握到球权。是。戴维斯，苏伟，这边又是一个提前的抛投，力道短了，国王始终找不到机会。嗯，然后林书豪来发动，防开弟弟之后，这个起身，看来是给脚踢球。哈哈，林书豪说打手了吧？其实你看得到，刚邱伯章也有同样做一个切入在弧顶的位置，他那个进攻的威胁性就并不是太大，所以你看到林书豪进去还是要做一些投篮的动作，去制造对方一个犯规的情况。哇，他刚才苏伟是用他膝